较短。有人家足可怜的呢，我透早呢，拍雾光呢，我都来。现在写到有实力，对无？我是来甲新竹弄门的呢。对啊，看无，哎，有人接无？很多我们台湾情就是要把各乡镇的特色表现出来。对，我知道。所以要写长一点嘛，你一分多钟要介绍什么？介绍个屁啊！刚刚一集录了14分钟，对不对？明明只有3分钟，录了14分钟。我们就三到5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压缩一点点吗？你那么好的声音，要让观众仔细听。OK， 那么好的声音要观众仔细听，哎，那这个奥古个稻谷，哎，个稻谷，哎，厉害，够厉害，昂高呀，高唔知啊，唔知高 ，no red monkey。最近一直都在录影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就常常遇到啊，本来要问你的感情就越来越升华了。对，好几个人。我刚刚要问你说，最近打歌累不累？要多休息啊。你也是啊，你也是啊，你现在身兼数职啊，两个节目呢。啊，两个节目也很多，现在很多人都没节目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恭喜恭喜，看，对，哎呀，很红哎，对不对？而且这种 style， 对不对？我是歌坛有吗？没有。然后买第二，然后买 baby。我是都是纯分享啊，分享你们的那个。有啊有啊，而且跟沈哥越熟，又发现他真的就厚到底。对。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中公演，你可能都忘记。那时候有大概有5、6个。都是没有沈大哥你这么大牌，那时候大家好像在抢，想说谁要先唱，谁要后唱。结果沈哥你忘记，他就唱第一个，唱完他就走了，不抢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开心、那么快乐，不会老，因为他少欲知足啊，真的。知足常乐可忘忧，忙里偷闲轻松休。是真的，欢喜嘛一天，不欢喜嘛一天，所以咱拢爱欢欢喜喜过每一天。哎呀，多少事最开心。对，好你的，我是谁？哎呦拍谁哦？被我强奸了，是小男生吗？啊，太好，我就喜欢小鲜肉。哎，你的豆腐那我不受烫啊？啊，就只讲你的还有不受烫啊？恁不是伫车站啊？无，车站嘛还有不受烫啊？在便当区啊啦。哦，了解，这是新的呢。新的呢？对。啊，沈哥你也来，沈哥嘛来公园运动啦，哎，沈哥来公园运动，巧遇，我们来公园钓鱼啊啦，不是，我资源回收的啦，我老婆啊，资源回收的，你都做到资源回收，一般垃圾。啊，这个回收的，你还放这边哦，哈，我是还可以利用的，所以我是可以回收的。你影帝，你演技归演技，垃圾要照规矩来哦。现在要做垃圾分类，人家我们的沈哥有在说的，记得要垃圾分类。啊，那我是属于哪一类？你是可回收的，来。好了，我不是一般垃圾，你是可以回收的，再利用的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